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，乡亲咱来关心，何必定开办绿色照护站，关心地方弱势独居长者。每个月拢会甲水源兴盛会合作，来提供二十份由家政妈妈亲手料理健康个美味便当，结合兴盛会准备的民生物资，做伙甲温暖送到独居长者手中。河北电动会为了关心地方弱势独居长辈，连续六年甲水源兴盛会合作，提供由家政妈妈亲手料理健康个美味便当，给一挂独居长辈。河北镇农会，我们的志工妈妈来准备了满满爱心的午餐，来跟我们河北行善会，我们来做我们独居老人的关怀与访视。那我希望我们河北镇农会的这个志工妈妈的善行善举，可以抛砖引玉，让社会大众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有一群需要关怀的老人。那同时，我们河北镇农会的绿色照顾站，对我们一些高龄者，我们有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绿色疗愈课程，期待他们经过透过学习，他们身心灵的成长，然后以及我们提供共餐的服务，让他们走出来到农会来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。上感谢咱河北农会社总干事，啊，搁有因个家政班的同事搁志工，吼，啊，大家欢喜共同来做这个活动，把咱这个物资的发放吼，搁较丰富安尼。希望讲咱做这个物资，会当予遮个迄个咱社会遮较辛苦的家庭啊的人士，会当吼稍微得到一丝仔的帮忙。啊，今仔非常感谢咱兴盛会所有的理事干事，啊，搁有志工，大家做下来参与，嘛非常感谢咱长期以来，咱这个提供水果的这个高效率代表，啊，搁有咱河美一个麦斯家河美分店的面包店，拢长期咱提供这个爱心面包。谢燕如总干事指出，农会自从开办绿色照护站了后，除了安排丰富的课程以外，每个月嘛拢会提供二十份的爱心便当，结合水源兴盛会的民生物资，共同送到弱势独居长辈厝内，亲手将温暖甲爱传送予因。大众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